你们还想要我咋大姐哦小丹呢多有民众是要来检疫站买槟榔吗？咱搁倒腾去详细看。你们啥？幺五三。原来真正是槟榔摊，业者表示，家己经营槟榔摊，甲礼品直播销售，希望业由这个趣味的底片，会当向民众来宣导防疫。哦，无啦，是讲做一下宣导啦，嘿啦，互大家安尼，互知讲防疫做啊好，出门口罩戴咧，量体温，哦啊喷酒精，哦基本就是安尼。伊咱是算咩讲营业场所嘛，对，啊，先是咱来嘛是爱注意啦，爱更加注意，因遮疫情都愈严重嘛。诶，无最近才买，嘿，最近才买。我是遮呼吁吼，啊，就是讲希望大家啦，因遮疫情足严重诶。我呼吁大家，哦，尽量莫去群聚啊，哦，莫群聚啊，莫出门。我搁单厝的，在家耍废就台湾，哦，啊，无迄种啊，真正爱出门，口罩爱戴咧，哦，防护镜挂咧，哦，啊来出去消毒一下，回来再消毒一下，哦，啊无讲啊歹听的，你若一日出门，回来饿着规家，就无啊。中华关疫情看起来虽然是有得到控制，但是事实上还阁需要观察一段时间。民众千万唔通放松，撇免真无简单控制落来疫情，因为无隔离又阁再度升温。新中华新闻李明宏、何美采访报道。